杨子怡为吴怡佩吃胶，拍戏中暑灭顶及拍炭。杨子怡、吴怡佩搭档演出电视剧《天之骄子》，拍戏过程超苦的。36度，今天又中暑 ，NG 了30几次，拍到导演发飙。中暑 ，NG 是因为记不住东西还是？真的记不住，中暑吗？站在那边就对，站在那边就傻了，好几次快死掉，我整部戏真的都快死掉。溺水上一次是被他杀嘛？我让我杀你啦！第二次就是我的香蕉，绿色香蕉超硬的，因为我们是在乌山头水库的那个地方拍，船上，然后他把香蕉往下丢，往水里丢。就我刚好正起来换气，整串，然后整个往我脸上脏，啪！然后我就踩下去，超惨的，超惨的。我梳化了，还梳化了2个小时，我去上去，我才5秒钟，全部妆都没了，5秒钟。他说。美国导演可能跟我有仇，对，就是我们导演应该是跟我有仇，因为导演是丢了最准的人。比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。第一名。不要这样，这么你不要撩。但你有曾经想过用这种茶梅腌制的茶梅来做咖喱吗？没有，我真的不觉得它跟咖喱有关系。很适合配饭，或是一些面，要拉在一起，我觉得刚好。另外一个是咖喱苹果派，很好吃哎，这很厉害，这可以当早餐啊，很优秀，完全可以卖哎。